世界这么大，我想去看看，欢迎大家观看本期视频。在自然界中生存的生存环境是非常残酷的，经常会发生各种动物被困的事件，它们自己无法摆脱时又急需人类的救助。今天就带大家来了解一下，这匹马太有灵性了，被救援人员救出后，马儿的举动让人意外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今天就带大家来了解一下，一匹野马误入一片泥潭并深陷其中，凭借自己的力量已经站不起来了，正好被人们及时发现并实施了救援，但是因为它的体型较大，不得不借助大型的机械，最后在人力和机械的合力之下，让这只马儿从泥潭中拖了出来，马儿浑身都沾满了污渍。在被救出来之后，为了表示感谢，他不停地向身边的男子靠近，虽然不能用语言表达，只有行动在表达自己的心情，也不得不感叹这只马儿太有灵性了。而不只是人类会救助马儿，马儿有时候也会保护人类。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，一位主人骑着一匹马来到草地上，这位主人是来查看刚出生不久的小牛犊的情况，不成想母牛妈妈护崽心切，还以为男子会伤害自己的孩子，于是就想发起攻击，这让一旁的马儿不乐意了，马儿的举动让人意外。为了保护主人的安危，只见他护在主人面前，用身体挡住母牛的进攻，用他的只大后腿不停地去赶母牛。不得不说，这一幕真的是太感人了，被这只马儿的忠诚给感化了，这也是一头有灵性的马。大家认为什么动物最通人性呢？欢迎大家留言评论。